我们学习这么多年，每一天在一起分享，我们用卫星、电视，虽然电视台不下载我们东西，自己装个小耳朵就能看到，很清楚。我看过很多。小耳朵好像很方便，现在好像收看的越来越方便了。我还看到像手机一样装在口袋里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它都能够收看得到。能够收看这个频道，这是有缘人。24小时不中断了，同时好像播了有好几部剧，可以提供大家做选择。24小时不中断，这个意味上，网络跟电视。是全球都可以收看的，全球在时间分为24个时区，时区不同，我们作息的时间不一样。所以便利于大家，在你方便的时候，不是工作的时候，不是睡眠的时候，你通通可以收看到。无论在哪个时区，这都是随缘成德了。随缘成德里最重要的。是我们要信，我们发愿，我们念佛，做出榜样来，让人看见。看久了，慢慢他就会比较，发现你这个生活好，这个生活有意义。他就会自动来向你请教，这叫有缘人。我们如果不做出好样子给他看，很难叫他相信啊！一定要做出榜样。我们素食。素食几十年了，身体健康啊，这就是样子。体力不输给你啊。你说素食没有营养。我们的身体不是不如你的。人家就会生起信心，不杀生了。少给众生结冤仇啊！他能听得进去啊！一个人在这世界上，这一生单单这个口业，你就晓得有多重啊！古德有说：“吃他半斤，要还他八两。”将来要还债呀！世间没有便宜丝可占的。人家如果学佛了，他就不跟你计较了；没有学佛的，
那个执着很重，这个仇非报不可，这个债非逃不可，啊，生生世世纠缠不清，麻烦了。啊，世间这一些笔记小说很多。中国有，外国也有。啊，最近这一个世纪更多，好像先前这半个世纪特别多。啊，我们不问它是真是假，那么有这些事实，一定有原因，不可能没有原因。